你们进去吧，你放心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郑冰辉。嗨，我是欧轩。我们现在呢，在一个蛮远的地方，将会拍摄一个在电梯里面的一个情景。对，这是我们其中一个任务。那一个小女孩被困在里面，而且她有癫痫症，有英雄要去救小女孩。对，最大的分别就是我必须进入电梯里面，然后欧轩呢就会在外面给予我精神和心理上的鼓励，所以是蛮有意思的。因为这一次可以说是第一次啊，从一个电梯的顶端爬下去，所以我蛮期待的。不过身为一个有洁癖的人，我也蛮担心，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蛮肮脏的。这应该是我们最特别的任务吧。对，你们快点来救我们呐！你怎么这么久啊？快点救救我女儿 ！Lift is back in operation, over. 修好了，电梯修好了。刚才就是蛮辛苦的，因为那个空间真的很狭小，然后我这个人个子还蛮大的，屁股又大嘛，所以要钻进电梯顶的那个入口真的是很困难啊。不过大家都非常的合作，大家也非常的理解啊，大家一起都共同合作，结果都拍得蛮顺利的了。既然你们看到了，我跟欧轩其实是姐妹。